灯火阑珊，那一片黑夜为谁星光点点，给你的思念隔着一道天线，每一次擦肩享受了真诚还是谎言，猜你的心是瞬间还是永远，猜你的心是忘记还是怀念，猜你的心是再见还是再见，真诚还是谎言，猜你的心是瞬间还是永远，猜你的心是忘记还是怀念，猜你的心是再见1937年11月12日，上海陷落，南京危在旦夕。日军为将侵华战争进一步合法化，决定尽快在上海召开中日亲善同盟大会。日本远东情报局奉命特别制作了一份华东知名人士名单，此名单刚刚完成，即被中共内线特工截获，并秘密送往南京。与此同时，国军的南京城防图绝密文件突然失窃，将落在日本人手中，形势变得波诡云谲，错综复杂。求告主耶和华，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狡诈的舌头，不管是用勇士的利剑还是罗藤木的炭火，我愿受惩罚。我的孩子，保护你的是主耶和华。真的能宽恕我的罪吗？我做了撒旦的帮凶，这仇要亡了。我的孩子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事、看见的事，以及未来必成的事，都说出来。我向日本人出卖了南京城防军事机密情报，我是叛徒，我是汉奸，我是变态，我。城防计划书的下半部分，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了？你是日本人，别动，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李秉元让你把那个东西藏在哪儿了？讲出来，我保证你平平安安地离开南京城，皇军还会有赏，否则的话，哼哼副市长到。
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房间。是。唐副市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这就向大家宣布。好。诸位请坐。今天中午，刚刚送到南京的城防作战计划书失窃了。有这种事？我已下令在全驻地进行搜查，包括我唐浩峰无一例外。在整个搜查结束之前，在座的诸位不许离开这个房间办公。如果这份作战计划书真的落到了日寇的手，我们就是摧毁这座城市的帮凶，就是千古的罪人。给我搜。是。给我仔细的搜。这床位的人呢？报告，他下午出去就没回来。下午出去就没回来。快快！这小子肯定是共党分子，他受伤了，一定跑不远。走，给我追！是是。说。来人啊！到。给我把李参谋绑了。是。家属已到，明晚七时，火车站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你再不说我就喊人了。别，是我。梁东哥。是我。谁让你来的？我看你这么晚一个人从学校出来，我怕你遇到危险，所以我就跟着你。我想保护你。你？保护我？嗯。谢谢，我不需要你的保护。再见。你不要跟着我好不好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香雪，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也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？让我加入你们吧，我跟你一起为国家尽一份力。梁东哥，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，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广州吧。为什么？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。总之，这个地方不适合你。哎，
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我，唐夫人，你凭什么拒我？我有什么可疑？哎，你不会选中我做这个替罪羊吧？你可真能装糊涂啊！我装什么糊涂？我本来就是糊里糊涂被你抓回来的。李冰原，那我问你，你的贴身警卫关平上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中午有人看见他在机要室的门口转悠，轮到他值班的时候，你突然又把他撤换了？他又为什么消失？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关平跟我请假，说他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下午才换了个警卫。其他的事情你应该问他，我一无所知。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狡辩？唐副市长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跟防御作战计划被窃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不要怕，是我，吴大哥，出事了，我今晚得待在你这儿。哦，好。哎，别开灯，先把窗帘拉上。你回来没人跟着你吗？没有啊。先去把台灯打开。你胳膊怎么了？没见过吃子弹呢。别愣在这儿，快帮我去拿刀和纱布。哦。怕见血你就别看。我不怕。快帮我包扎！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快滚蛋！是说家属很有可能在这个学生的手上。对，昨天晚上联络站遭突袭，情报组正好在开会，包括组长在内的五名同志在枪战中全部牺牲了，只有一个外围青年同志负伤后成功逃脱，如果家书还没有落到王乃征手上的话，只可能转移给他了。这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此人叫吴兵，是外围进步青年。档案上说他勇猛好强，在青年中很有果冻力，但是做事鲁莽，需要锻炼才能考虑牺牲。如果没有这场变故，今晚七点家属就应该由情报组组长亲手交给你了。对，在火车站广场。恰巧也是在今晚，王乃征要去火车站秘密护送一批日本使馆人员离境。我怕今晚要出大事。不论如何，我去火车站广场接头，希望今晚能等到吴斌和那封珍贵的家书。即使昨晚情报组长把东西托付给他，可是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下，也很难把交接的程序说清楚。那怎么办？你立刻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这个吴斌。今晚七点以前找不到他的话，我只好亲自去会会这个王乃征。老板，找不到吴斌，家属就有50%的可能已成为王乃征的囊中之物。我利用今晚日卷转移，把家属拱手献给日本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哇，进来。这是从李参谋宿舍搜到日记本，早7:20通讯参谋给参谋长送去两封秘密，早上6点副市长起床后洗漱，然后给市长打电话。
马上提升李炳元。是。这就是你通敌的证据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真的不明白，这算什么证据？我问你，师部长官每天做什么事，跟什么人通话，请假外出，接触了什么人，你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李参谋这么兢兢业业，是不是为了讨你日本主子的欢心？唐副市长，我这么兢兢业业，不是为了讨好什么日本人。这个秘密本来不该让你知道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妨告诉你吧。我的主子不是什么日本人，我是军统的人。军统的？我的身份你可以向军统一处徐处长征询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党务的监察，我有我的职责。这怎么解释？这纸片上写的是排剧三组，松永贞德的名句，今日又时雨，还同春夏秋。看来唐副市长不像我这么喜欢伤风感怀啊。这是你通敌的暗语，给我打。是。手捧鲜花的梁东哥，看样子已经爱上眼前这位聪明可爱的同学楚香雪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可当他看到了香雪身边的这位男子，他怔住了。他不知这束花该不该送出去会是什么结果。表哥，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他叫梁东哥。他是我表哥。你的花挺漂亮的。是吗？那送给你吧。谢谢你啊。我们该走了，同学后会有期。哎，你多保重。哎，此刻梁东哥很兴奋，他觉得自己正在发现一个秘密。为了楚香雪，他想参与到这个秘密中去，因为这样能使他每天都可以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。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已经卷入了一场决定自己命运的巨大漩涡。宪兵队长王乃征要在火车站秘密护送一批使馆的鬼子出城，把他们全部送到日本占领区去。什么？送鬼子出城？这样一来，使馆的日本人和家属都走光了，外面的日军就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轰炸整个南京城了。这帮汉奸狗腿子丧尽天良，跟他们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我很开心看到大家有这样的热情，但是革命光有热情是不够的，还要行动。今天就是王乃征的忌日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干他。梁东哥，关平找到了。是，在市内一座教堂的后院找到了关平的尸体，近距离头部中弹，已经面目全非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夜里。被人给杀了，真是越来越奇怪了，是什么人杀的他？情报又会在何处？哦，还有条情报。说，昨天傍晚有人看见关平在日本大使馆附近出现过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所以，情报应该已经送过去了。那杀关平的会是什么人？应该肯定不是日本人。
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说，你听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我看你就是个探子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不是探子，我真的不是什么探子呀。你不是探子，在这偷偷摸摸干什么？这和香雪没有关系。你要杀的话，就冲我一个人来吧。就你，大家把家伙收好。龙刚在，香雪在，你们两个留下来，看好你这位同学，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前，千万不可以离开这里半步。吴大哥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看好你这位同学，不要让他通风报信。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走走走。香雪，我给我闭嘴！说话！说呀！说不出来！说呀！好了，住手！住手！快，把他放下来！哎呦，冰原兄弟啊，让你吃苦了，全都是误会啊！威兄的很惭愧，刚才我给徐处长打了电话，全都是误会。你再晚来一步，兄弟真的被你们整死了！快，把李长官的衣服拿来。去卫生队把叶医官找来，让叶医官陪李长官去医院。快快快快快！兄弟，委屈你了，多担待啊！事已至此，不用多说了，上车吧。我这就跟着那老狐狸。不用，他今天晚上一定会靠着他的日本主子伺机出岛，我要亲自出马抓他个人赃俱在。我倒要看看，日本人能不能救他。老板，到处都找不到他人。另外，火器行里丢了一箱硬货，怕是也跟他有关。老板，老板，最近前前后后进出的客人行踪都很可疑，我看多数不像中国人，一定是准备今夜转移的鬼子。李炳元是想跟他们一起潜逃，算是让我们给撞上了。今晚一个也别想跑。里边防卫怎么样？我派人侦查过了，大概有六七个便衣，哎，身上都有家伙。冰原兄啊，怎么搞成这副模样啊？好了，别提了。你该问问长谷川科长，我吃了这么大苦帮他，他还把我的人杀掉。可是，你还有一半的东西没有交给我。那一半我拿来保命的。你把我安全送到上海，那个东西自然交到你手上。什么？到时候你会提出更多的条件？你们中国人都是这么贪心。不是你，两位都消消气啊。我是没听明白，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一半一半指的是什么呀？这件事情
你还是不明白最好，因为你现在的身份还是蒋政府的人。只要你今天晚上把我们安全送出南京，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好说好说，啊，今晚二位的安全问题都请放心。我宪兵队的人已经把整个车站都布防好了，就算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闯进来捣乱，我也让他有去无回。嗯，好的，王队长费心了。哪里哪里。今晚还有另外一位客人要来吗？一个老朋友要来送行，他来了你就知道了。但是他一向守时的，今天好像有点反常。耐心等待也是一种美德。来来来，进来，快点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请问各位都订满了？店长，我是丽特卡，我的新郎妻子は山田先生のいい友達だ。午前中に私がもう予約した。今晩ここで誕生日を祝う晩餐会に行うだろう。お土産ももうできました。お、思い出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どうぞ入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。希望今晚在我们这里用餐，给您和您的朋友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。怎么冒出来了一帮学生娃娃？看来今晚上得热闹了。最近啊，有几家日本餐厅和日货商铺全被学生给砸了，我猜啊，就是他们干。倒也算是爱国青年，偏偏今天晚上装进来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一旦打起来，子弹可不长眼。尽量吧，误伤也没办法。爱国青年也罢，宪兵队也好，今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日本鬼子和李冰冰。是谁走漏了消息？吴大哥，你别怪别人，是我太担心你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坏了大事的？你那个同学还在仓库吗？在呢，龙刚在看着他。哦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有埋伏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支走了门口的同学，你要放我走？今天晚上你必须离开南京，我很担心你赶不上火车。还有，今天经历的事情，不许跟任何一个人讲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可香雪，我不放心你啊，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老吴？答应我不要去，太危险了。你只是我的普通同学，我的事情没有权利管。香雪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谁让你跟我来的呀？你快走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哎，香雪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快走啊！你再不走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香雪不走，我就不走。我哎，哎呀，吴大哥，你到底走不走？此人叫吴兵，是六组线上的。我要把香雪带走，我不能看着你把她害死。混蛋！年轻人，不要那么大火气。邵老师。你来一下，我也有话跟你说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带着你的学生一起滚蛋。
栓兄，你怎么在这儿也不进来啊？都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来来来。香雪，我的同学楚香雪，她怎么样了？还有邵老师，他们怎么样了？李炳元，不是我唐浩峰跟你过不去，招了吧，免得你我都受罪。你们要的东西，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，你让我怎么招啊？唐副师长，要是你还念，我们今天同时一招。就痛快点杀了我吧。哼，还在演戏。那个装成神父的日本头子都招了，他已经交出了城防计划书的前半部，另一半就在你手上。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说吧，李参谋，另一半东西你藏在什么地方？你们没有证据，你们是血口喷人。我没有偷城防计划书，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们就是把我刨床挖肚也什么都找不到。先生到了。好，不用找了。哎，谢谢。护士小姐，请问是不是有好多学生中了枪送到你们这儿来了？哎，是我儿子，听他们同学说呀，他在火车站出事了。警察不让说，送来抢救的除了学生还有好些身份不明的人，
除了急救室里的医生护士，谁都不让进去的。我建议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。我怎么能回去呢？不是，是我儿子，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您别这样嚷嚷，想让我跟您一块被抓起来啊？好好好，我小点声。护士，求求你想办法让我见见我儿子吧。这样吧，要不然您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，我进去帮您看看。您先在这里等着。我这有张照片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这个人好像……怎么，他是不是已经……哎呀，不好了！哎呀，有学生跑了！快快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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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那个吴兵，是不是共产党啊？不是。我们真的就只是很单纯的抗日爱国青年，单纯的爱国青年。那你们手里头怎么会有那么多枪啊？怎么会知道日本使馆人员要撤退这么机密的情报啊？这我也不清楚。小姑娘，你的底细我们很清楚，那吴兵不是你的表哥。他应该是你的上线，还兼你的男朋友吧？你胡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的事情不是刺杀案那么简单，有人趁乱捣鬼，想要葬送整个南京城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到底要戒严多久啊？什么时候才让上火车？他放我们进去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让我们进去！对不起啊，大家都耐心点，我们正在执行公务，车站什么时候恢复使用，我们也在等候命令。大家都耐心点。副师，情况怎么样？有所缓。奇怪啊，难道还真的插上翅膀飞出去了？天亮之前火车站必须恢复使用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邮政货运处，李炳元会不会事先把东西交给了关平，藏在了这里？那什么人，去把他抓起来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快点！什么人？走！走！鬼鬼祟祟的，你是什么人？好像是最后进餐厅的那个学生，对吗？报告副市长，就是他。这小子受伤昏迷，被送去医院，他一定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。原来是你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要抓就抓我吧。是什么人指使你干的？没人指使我，什么都是我自己干的。没错，是我失手杀死吴兵，还有楚香雪他们，都是被吴兵煽动才去刺杀王乃征的。同学们都是无辜的。吴兵现在死了，我愿意一命偿一命。别跟我装傻了，你冒那么大风险过来，一定是李炳元派你来拿什么东西的吧？我不认识什么李炳元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见到他人了吗？东西还在不在他手上？见是见到了，不过什么？他已经断气了。
在太平间里，我亲眼见到了他的尸体。这下可坏了大事了。还有王乃征的情况，我也打听到了，他在隔离病房单独抢救，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这下线索全断了。会不会东西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？昨天晚上火车站餐厅的火并，会不会是为了抢这个东西？绝对不会。唐浩峰这个人我很了解，他能从中华门外的驻地亲自带兵追到火车站，一定是八十内部出了大事。他绝不会是冲着我们家属来的。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他要追的这个人很可能是李炳元。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。组织上要求你和我在24小时之内撤离南京，到上海开展新的工作。那家书怎么办？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前，找到他或者销毁他，绝不能让他落到日本人的手里。记住，只有24小时。各位忙了一整夜，辛苦了。我刚才在外面听说东西已经找着了，唐副师长，我很佩服你，这么快就把案子破了。不过是亡羊补牢，将功赎罪而已。不过刚才抓到的一个学生嫌疑犯，疑似有他影。唐副师长，郑局长，我有话要跟你们两个单独谈。坐。上面派我来接手这个案子，只有一条指示：迅速结案，消除舆论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案子的重点已经不只是军事泄密，牵扯出的将是政治丑闻。宪兵队护送日本人出城，这是总统府的密令，可这中间居然有人夹带南京作战城防机密。这件事情如果不马上平息，迟早会真相毕露。梦流转，朦胧之间，拼贴了几分想念。一抹微笑有多甜，让我不舍得走远。在牵我的手之前，说一字偕老不变，留住你向往的眼，错乱了黑夜白天。见。